每一首都一定要听一下啦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每天那个车上的音乐都是他的音乐，最近都是一直在循环播放这样子，所以每一首都蛮期待的。那准备想要带来哦，他因为现在怀孕嘛，然后就在家里好好待着，我怕万一有一个什么太大家太热情这样，对，就把他放在家里这样子。那他现在身体还好？非常好，对，非常好这样子，对啊。老婆的关系，就是工作上面有些角度，多一些时间陪他。有，这一定要，因为就是老婆最大，然后就现在就是转变一下，现在就比如说，因为我都是外景，然后现在就尽量就是外景完之后就回去陪老婆，能带她去的就尽量带她去，对啊，就让她开开心心这样。开始准备学包尿布跟喂奶。对啊，因为看到瘦子这么爱小孩，我自己好像不学一下，好像说不过去。好像我们都没有那么喜欢小孩一样，所以我们也开始在认真的这样。对，教的是小孩子。哦，真的是听他讲，真的讲不完哎。对，因为他就是爱小孩，就是像就是蛮恐怖的这样。然后我自己就是有点像是想要用放任养的方式这样，对，像野人的方式一样。但听他讲之后，觉得好像也不行这样。对，就好像很多事情都要注意到。他蛮贴心的。因为贴心要出来。要啦要，就不好意思讲呗、欸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蛮紧张蛮紧张。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